旧眼影盘可以变成新电视。他在播哪里录？每天都有新视频。今天凯蒂心情不好，他去了最喜欢的咖啡馆。这是饮料，被水稀释了。哦不，开始下雨了。哦，好吧，凯蒂浑身湿透了。我该做什么？读一本书吧。无聊。哦，看电视吧。啊，什么？打不开。真是美好的一天。突然屏幕亮了。哇哦，耶，是拉里路。哇哦，心情变好了。我就知道不可能一直倒霉。修剪刷子，沾上手柄，用粘土填充开口，拿睫毛刷的刷毛，涂明亮的颜色，添加透明的盖子。哦，这样的把手吸尘太好了。宝宝玩得很开心，妈妈在收拾，收玩具很快。放上音乐会更好。再见了，灰尘。这个机器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妈妈还打扫了家具。宝宝和兔子玩耍时，妈妈完成了打扫。现在该读童话故事了。涂上蒂芙尼的颜色，用薄植物包裹。带流苏的边缘是最近室内设计的潮流。用刷子突出手柄，并涂成金属。加小绳子用来开灯。复古灯可以搭配任何房间。奶奶拿杯茶走进房间，真舒服啊。猫想要抱抱和抚摸。哦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它在唱片机上放黑胶唱片，旋律把它带回了以前。它拍手把灯打开，舒服的暖灯，而且还放着它最喜欢的音乐。这是完美的夜晚，给小猫织件衣服。一个旧盒子里全是化妆品，取出中间部分，在泡沫纸上勾勒调色板，粘上窗户，有通往那的楼梯，薄纱挡住了太阳，添加地板，对面房间有柔软的地毯，用青粘土球做家具。黄色沙发真可爱。一步步，房子有了新家具，现在更舒适了。拉蓬泽尔，欢迎来到新家。玛丽总是带着化妆品，加一些玩具，便携式房屋随时拿到。把家具放在原地，拉蓬泽尔四处走动，看着设计。好了，现在该继续前进。化妆包去背包里，用闪光泡沫纸盖住盒子，装饰丝带覆盖角落。化妆桌上加了可爱的抽屉，用塑料绞盘做腿。桌子好像漂浮着，旧眼影盘的镜子正好适合。用水晶装饰。哦，他看过很多漂亮的女孩。他去美容工作室寻求帮助。我需要很棒的派对装。没问题，进来，坐下。你的头发很难放东西。哦，太多了。应该加配件吗？你想要哪朵？全部，放了很多。他走到镜子面前看新面貌，太棒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调一下肤色，就像是 Instagram 的滤镜。香水完成外观，谢谢，我会是派对的焦点。塑料球变成圆扶手椅，为扣垫做细节。
哇哦，真软！小绒球开始飞，快来这里装饰。大家都喜欢轻盈的椅子。阳光明媚的日子非常适合散步，它不能停下来。我们有很多时间，坐下聊天吧。Yes. 宝宝对他们的聊天不感兴趣，他想在草地上玩。小女孩发现了球，耶，秋千！嗯，它掉下来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亲爱的，不能自己去秋千上玩。面具里的空盒子变成脚凳，画圆圈，用珠子和亮片丝带装饰，舒适又时尚。带冥想读书放松，永远找不到舒适的位置，坐在旧椅子上无法集中。我决定了，要自己做舒适的椅子。他拿出剪刀和布料。好的，开始吧。耶，黛米利用了这把椅子，好多了，看起来不错，并且可以舒服的阅读。在纸板上描化妆棉，刷子上的把手变成木腿，用莱茵石丝带包裹，连接后排和座椅。椅子很复古，它可能是皇家餐厅里的。一对母女决定去博物馆。哇哦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博物馆要关了。妈妈，走吧，我们进去。房间看起来很豪华，真好。妈妈，看这把椅子，拍张照。周围的一切都很豪华，但最有趣的被围起来了。哦，你们好，这是皇家椅子，女王坐过这把椅子用餐。我们可以拍照吗？保安看看四周。好吧，没有人在。女孩骄傲地坐上去。你需要这个，谢谢。我们永远都忘不了这次的博物馆参观。拜。用旧眼影盘做沙发，切出碎片，用合成馅料盖住，在顶部添加织物，做个沙发，看起来很时尚。为了方便打扫，添加指甲油盖做的高腿。如果我家有就好了。顾问准备好为客户服务，这是第一个。我想为新公寓选择一个价格实惠又舒服的沙发。当然，跟我来。这个怎么样？很好，但不太对劲，太硬了，不行。好吧，这个呢？哇哦，这个沙发很棒，完美，我要了。我们结账。史黛西在等扳手，沙发终于到了，请签名。谢谢，这是我梦想的沙发。拜。辛迪，过来，我已经搬好了。Hello。哇哦，很漂亮的沙发，我们要庆祝一下，女孩们很开心。哦，这个指甲油瓶很时尚，上色，用蕾丝丝带装饰，再装饰瓶颈，花在这个花瓶里很漂亮。现在到原点了。加入最喜欢的植物，压下土壤，现在一切都匹配，花和设计。莉莉喜欢植物，所以她家全是花瓶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她甚至会跟他们说话。是谁？我们有约会呀。莉莉，我记得你喜欢花，这个给你。哇，很香，谢谢。
我马上就回来。他不喜欢吗？我去拿花瓶。啊，现在他们一起欣赏花，全都很漂亮。